是现代侠客，随时帮你解除危难。他是平安卫士，24小时守护在你身边。突发险情，他们奋不顾身抢救你的财产和生命。即将退伍，老兵和群众又演绎了哪些真情故事？和平年代本期为您播出《消防兵徐霞客》。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和平年代》。我们今天给您介绍的老兵是一名消防战士。生活中一旦发生火灾，人们会马上拨打119，所以当你遇到危险的时候，你才能见到我，这是消防官兵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您知道吗？为了能够随时奔赴现场，这些消防官兵都要在营区里24小时待命。一旦有险情，官兵们会在40秒钟之内冲出营区。临近老兵退伍的时候，这些消防战士又发生了哪些故事呢？今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有在摄制组刚刚抵达渝江县公安消防大力的营区，院内报警器突然响了起来。渝江县城西北角的熊海明家里发生了火灾。消防官兵从接到报警电话算起，只用了38秒，就驾车奔出营房，直奔熊海明家。出灾！遗憾的是，熊海明家刚刚盖起的新房，在大火中不到10分钟就被烧毁了。它是屋顶是木结构，可燃物非常易于燃烧。是我们以这块石头到了现场以后，它这里的东西基本上烧没了。看到熊海明家被大火烧过的惨状，消防官兵很是心疼。当时他那个外皮软化了，不融，然后烧完水人出去了，然后时间比较长，大约半个小时，可能是。那谢谢你们哈，真好。扑灭余火后，大家便帮助熊海明清理废墟，重建家园，希望这一家人早点有个安身的地方。徐亮，中共党员，上市警县，1999年入伍，参加过327次灭火救援和抢险救灾，共救了65人的生命。2004年被公安部消防局评为执勤岗位练兵先进个人。2011年评为江西省公安消防总队优秀训练标兵，荣立2等功一次。在江西渝江县，驻地群众跟消防官兵的关系非常融洽。村民刘国安知道，过几天消防队的老兵们就要退伍回乡了。今天他晒好稻谷后，专门来到县消防大队探望自己的救命恩人。原来一年前是徐亮和战友们救了他一条命。这是一段县电视台拍摄的画面，那是2010年五月的一天，江西鹰潭渝江县发生了千年不遇的特大洪水。刘国安和妻子王前金在回家的路上被突然暴涨的洪水淹没了。等一下，不要急，危险。怎么的呢？那个树摇来摇去啊，很危险的。是吗？我们紧抱着那个树。救命衣吧，这里边两个人，我刚刚是坐在冲锋舟上，刚好救出。也好急。那个冲锋车车就是根本就无法就停留在那里，那个冲锋车就是绕着那个树转，利用这个绳索把这个船固定好以后，给他们穿好救生衣，然后把他们弄运到船上来了。两个女翻过来了，不要急，再晚一点那个水都淹过了，我们要被冲下去了，还好及时赶到了。其实对徐亮来说，在当消防兵12年的时间里，像这样不顾个人安危抢救遇险群众的事儿，已经记不清有多少次了。而最让他难以忘怀的是2010年5月23日的一次突发事件。
原来由上海开往广西桂林的 K859 次列车突遇山体滑坡，机车及1至9号车厢脱轨。你们扶的有事吗？我到场以后看到残情况非常严峻，任务非常繁重，列车颠覆以后大量人员被困在这里。于江县公安消防大队官兵凌晨3点半钟第一个到达列车脱轨的事故现场。第一批赶往事故现场的徐亮带着5名攻坚队员到了损毁最严重的4号车厢实施救援。里面就有人在呻吟声、叫喊声，就喊救命，然后我就顺着声音就是寻找过去，发现一名男子被那个压在雾布箱下面，我们大家同东心协力利用这个器材来把它给这个营救出来。徐亮和战友们利用手动液压顶杆破拆工具，从严重变形损毁的车厢内一个接一个的抢救出被困群众。徐亮在灾害现场是个灵魂人物，尤其是在危险任务面前，他既是指挥员也是战斗员，因为他是中队长助理。徐亮和战友们连续奋战了16个小时，救出了9名遇险群众。因为表现突出，徐亮荣立个人2等功。再有不到1周的时间，老兵就要退伍离队了。消防大队领导请来了于江县民政局汪华平书记，为将要退伍的老兵们讲解有关退伍兵安置的政策。像我老婆的话，她户口跟我父母的户口不在一个地方。在这个消防中队达到服役期限，需要晋级的不止徐亮，还有刘帅、石登梦、于继伟等9个人。但是谁走谁留，得经过全体官兵民意测评、中队推荐、上级组织专业训练考核等多个环节来确定。就在徐亮他们专心听讲时，群众报警电铃突然响了起来，官兵火速出动。在当地，人们都习惯于在遇到急事难事的时候拨打119电话，消防兵立刻就会出现在面前，所以于江人高兴地把消防兵称作侠客。因为他是4楼钥匙被丢在家里的，他是4楼，5楼的户主又不在，所以说我们只能从楼底啊用这个绳子悬垂到他的窗口那里，进到他家里去把钥匙取出来。家里下来就上去啊。怎么了？又拿个啥？拿了一根绳子。啊？拿了一根绳子。怎么了？绳子上面绳子不够长。啊？上面绳子都不够长。啊。我拿了一个。刘帅，上等兵。今天徐侠客把他带在身边，要给他做示范动作，为的是让他在实践中领悟高空救援的动作要领。对我们来说就是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但是就对户主来说啊，他自己这个门打不开，里面又有那个电液化气在烧水，对他来说可能就是一件大事。今天上午10点，上级考核组要来队里进行年终考核。考核的目的有2个，一是对消防中队1年来的成绩做个结论，二是对老兵的个人综合素质进行考评。考评结果将会成为决定他们走留的参考依据。10点，考核正式开始。手，为了是否不要我，我是遥遥。
他这个出水有没有时间要求？有啊。多长时间要出水？130秒以内出来为优秀。是吧？哎，你们刚才出来问了吗？多长时间？我们是150秒，刚好是良好。经过3个小时的考评，徐亮授考的收放水带、背重物前行、挂钩梯爬石楼、高空横渡等6个科目，有5个得了优秀。只是收放水枪水带速度慢了些，得了良好。这样的成绩为徐亮能够留下来创造了条件。徐亮前年结了婚，现在妻子一个人在老家江苏带孩子。妻子知道徐亮从事的是高危行业，非常惦念，尤其是知道徐亮现在是走是留，进入了关键时期，更是多了一份牵挂。这个夕阳红消防志愿者服务队是消防官兵的得力助手，经常联手向群众宣传防火知识。每年老兵离队的时候，他们都要来举行联欢活动。这个也粗，哎，这个太细，你这个手指太细了，纤细了。有点粗。哎，这个更好，听你的。好，现在请你上台。徐亮还是我们大队的装备技师，他对装备这块非常了解。这个仪器就是他发明出来的，他的这个发明在器材革新中还得获得了一等奖。这个仪器名字叫做管破塞专用工具。要动啊！卡在那里。哦，怎么把这个戒指卡在这个槽里面是吧？对，啊。徐亮他们消防队每年都会接到几起指环戴到手指上无法取下来的求助电话。原来这项救援是最令官兵头疼的一件事，因为弄不好就会伤到求助人的手指。害怕吗？啊，害怕，还好，还好。这么难呢？有感觉吧？有感觉吗？击到你手了吧？没有。啊？没有。没有啊？他现在拿开。等等啊？手？出血了吧？没有。啊？没事吧？断了，开了。这个是已经被切开了，看到吧？嗯，已经被切开了。这里直接切断了。嗯、切断了啊？这个。哎，那切断了，怎么还没切着手啊？因为我下面有一个安全保护平面，等于说切断戒指，这个锯子刚好录到这个这个平面上，不过要落到他手上。现在我再用5.5轻轻的一捻，哈、啊，开了，这样子，好，断了，嗯，再说一遍，戒指还是太大，慢一点啊，不要急，啊，鼓掌了，好的，那等一下不要急啊，这个是已经打开了，不要急了啊，打开了没关系，嗯，这打开它已经没有那个，好、啊。啊，就这个。哇，可招他了！啊，也招他，只是轻轻的他这样。好，现在谢谢消防官兵，谢谢。就在徐亮将指环取下来的时候，楼内报警器响声大作，这让来慰问老兵的大爷大妈们紧张的不知所措。原来，在于江县城附近的一个化工厂生产车间里发生了火灾。哪些罐有什么危险性的？那个是在哪个位置？后面味好大，你后面后面什么味好大嘞？来吧，我后面那后面味好大，好吧？味儿味道是吧？味儿味儿味儿。这是一个什么车间？刚安装车间。大姐，再进来赶紧供水。他这里棒所有棒全停掉了。先到后面来。大的声音就是甲醛那个空气冒出来，可燃气体放出来。可能是那个。你这里棒为什么能停掉呢？啊？水棒啊，出水的那个消火站水。停掉了电。停电了是吧？嗯。发生爆炸事故的是化工厂的钢氨酸车间，它在生产时要用大量的工业酒精，这些工业酒精都储存在厂房里面的反应壶内，而反应壶底部仍在起火燃烧，随时都可能爆炸。
为了防止二次爆炸伤人，徐亮第一反应就是找工厂的技术人员了解车间的设备情况。可是工人们说的话徐亮只能作为参考，他反身靠近火场侦查火情。两个小时过去了，明火已经基本被扑灭，然而消防官兵最担心的事儿还是没有解决。车间里两个直径3米储存甲醇的大罐子仍在滋滋燃烧，大家在不停的喷水降温，但仍不能排除爆炸的可能。在装甲醇的大罐子下方有一个往外喷着甲醇的管道口，那是火势不能被控制的根源。他那个是甲醛，你就是不要让他们烧弄到了你。啊，我们堵热吧，拉空库进去用木塞给他塞一下。那是个甲醛嘛，现在在泄漏，用木塞堵了。注意点，注意楼板上啊！班长，你一定要关掉那个门，别关门。过来马上就停止了，但是中间那个爆炸。他要用那个泡沫，用水它会吸泡沫。这是泡沫吗？咋现在打的泡沫吗？起火点就在这个装有30多吨甲醇的大槽子下方，是工人焊接管道时引发的。甲醇着火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向起火点喷射泡沫。6部喷水枪集中喷向着火的甲醇槽，经过4个多小时的救援，晚上18点20分，大火终于被扑灭，现场没有人员伤亡。现在我感觉现在估计6、7点了。啊，但是具体时间我不知道，反正在这里忙碌了一下子，反正从头到尾。晚上8点，徐亮和战友们回到了消防大队，整理好装备器材后，徐亮找到了大队教导员，再一次提交了留队申请。希望不注意安全的导致灾难少一些，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珍惜自己的生命。我们真是不愿意从废墟里抬出那么多尸体出来。真希望徐亮他们楼里出警的电铃每天少响几次，让官兵们能够放松下来，多些学习、娱乐和休息时间。记者在消防队住了7天，看到官兵们一共出警11次，小到帮助群众取钥匙开门，大到冒着生命危险扑灭化工厂的特大火灾，这些即将退伍的老兵们都像平常一样冲锋在前。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老兵于继伟、张玉林、金福全退伍了，刘帅和石登梦也走了。徐亮眼下还没有离开军营，那是因为他提出了晋升4级警士长的申请，是走是留还要等待上级的命令。徐亮说，只要在部队待1天，他都要继续当好徐侠客。我们祝愿徐亮能够心想事成。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为了继续留队，他将经受何等考验？我会很努力的面对这些考核。离别之际，军中绿花如何表露真情？来自五湖四海的那些战友或什么，就甚至像一家人。和平年代下期为您讲述，又到离别时。